我将要介绍的是，我们要怎么样把潘日坚或者是星期点播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教材，我们来做一种不一样的练习。比如说我们方一般的练习，我们都是在做伴奏或者弹唱的部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，它里面的旋律，然后还有它的根音加在一起，然后它就会变成像是有大家在讲那个 finger style 吉他这样子。那我现在示范的这个曲子，它是菊花台，它比较简单。那这个和弦跟原曲有点不太一样，应该说跟谱上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稍微把它加难了一点。那和弦的话，可能有些刚入门吉他的人看不懂。那下面这个简谱的部分呢，我想大家小时候都有学过这个长笛，它就跟我们小时候在那个吹那个什么丢丢档案啊，那是一样的。一就是哆，二就是 re， 三就是 mi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下面的拍子如果看不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跳到菊花台，我想大家一定听过，你就算不会拍子也一样可以弹得跟它一模一样，或者吹得跟它一模一样，所以很简单。好，我们要看到上面的这些和弦，好，看不懂也没关系，你只要知道，C 的话就是哆嘛，那这边的我们要看 B， 这个 G 就不看了，那 B 的话它就是 C， 或者是我们讲的 T， 那 A minor 的话就是 A，E minor 就是 E， 好，听不太懂没有关系，很简单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弹下面这排旋律的时候，我们在第一拍和第三拍，第一拍和第三拍加上它的根音，也就是 C 或者是 B。 好，我们先来示范。现在我们要讲怎么样把根音和旋律加在一起，那和弦的部分我们就先不讲，我们只要知道音在哪边就好了。好，比如说上方第一个，是 C 和 B， C 在这边，那低音的 B 在中指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在第一拍和第三拍加上去，所以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弹旋律的部分，它是咪咪咪咪，好，这样子。那我把它加在一起。像我们在讲的 finger style 的感觉，那一样，我们把它全部加上去之后，它就会变得跟我们在讲的 finger style 的 solo 比较像一点，像，类似这个样子。